在哪刷这十块钱？那个福鼎肉片和那个拌面多少钱啊？我选这个啊，行，两个。小包这边吃的。我他就在隔壁吃。十六，是我扫你还是你扫我？别来。好，十六。你们是把我送过去还是我在这等着呀？拌面多少钱？这东西啊叫福鼎肉片。我的。辣炒蛏子。我倒是放假，他这个蛏子味道不错，这个蛏子比北京的那个蛏子好吃。小鸡杂，嗯，还有。到了福建啊，就先尝尝这个海蛎煎，这个那个什么，霞浦这边的海蛎煎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啊，我尝尝。这个味道我记住了，然后我会继续往福建那边走，边走边吃，那看看哪一家的海蛎煎最好吃。